有手机已经实现了插卡即用的解锁方式，再用有手机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换卡贴了。现在拿一台苹果14 Plus 现场演示一下，像这种全新机我们已经改好双卡卡槽，128G 拿货价是3800，想要加个跑腿费只要3999元起。再次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插卡即用，只需要把卡槽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再拿上我的秒钟看一下它多久能够读取到信号。现在信号已经在读取了，不跳激活 OK， 信号已经出来了哈，再等待几秒钟，信号已经完全读取出来了。我们只需要点击蜂窝网络，然后点击这个数据漫游打开 OK， 5G 也直接出来了。现在有锁机的解锁方式已经是越来越简单了，表面上我们只用了十几秒的一个时间，但是实际上它8到9秒的时候已经就出现信号了。有锁机最大的一个缺点，第一就是担心不会解锁，第二的话就担心频繁跳激活，第三的话就是无法自动恢复信号等等的问题。这以上的三个问题的话，小杨家已经是用最新的解锁方式给大家解决了。第一，你们收到货后直接配合卡贴插卡即用；第二，不会有跳激活的一个页面；第三，掉信号的话也可以自己找回信号。之前说有手机狗都不用的朋友，你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有手机还会去入手吗？